陈千文出道至今有过许多经典作品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近期他以创作歌手的身份持续在为自己的新专辑还有单曲努力，没想到他工作量太大，身体出状况。五年前他除了演戏、音乐宣传还有节目主持，有一次连续五天都没有睡觉，让他直接在片场昏倒，还被工作人员紧急送医，让他终于意识到健康的重要，开始慎选工作。但因为睡眠还不是很稳定，去年开始求助音乐人的声波疗愈课程，该名音乐人也因此特别把陈千文过去的音乐找出来听，发现他的创作还有独特的声线也非常舒服疗愈，因此特别邀请他来自己的课程带领学员们一起唱歌。而陈千文也一起相挺，完全不收任何酬劳，相信会让参加的民众又惊又喜。